过来过来，来，一，来，这有啥好吃的？这有什么好吃的？小朋友能不能吃手？不能。它那有蟹蛛。去给棍儿给我拿来，去给棍儿给我拿来。如果上面有蟹蛛，会倒的香料。来，棍儿拿来。好，你们坐上。郑贤，来，你过来，你告诉一下他。来，你站这，告诉他为什么不能吃手。因为吃手吃会上面会有蟹蛛时，那就会导致生命会一起硬币或者死亡。你听到没有？还有德尔塔病毒。对，手上有细菌没有？有。不洗手能不能吃东西啊？不能。他一直在吃手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去吧。你科普的很好啊，来。吃不吃了？说话。不吃。大点声。不吃。站起来。好吃吗？听好啊，这一棍我给你留着，我就看你打错分打的怎么样。打好了我饶你一次，打不好了我再操练你。准备，我看你会使劲摸。咦，你歪哪里去了？再来一次。二，一，他竟然能踢到我！你再来一个，你再来，我离你够远了还能踢到我？走。来，你站这。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走歪了，他一开始都走歪了。来，准备，别动，手按地，摁住，好，撩腿，我们练的撩腿。你看，他起腿都歪了，起腿应该是蹬直，然后再蹬，别动，手，你看，他腰使劲没有？腰使劲没有？分开横着，哎，对，脚面绷直，仰头，绷直，然后慢慢的往前，哎，你看，他的腿就像钩子一样，还带一个钩子，勾着我。起立，看来这一棍是不是得送给他？是不是？勾不勾？腿弯不弯了？说话，大点声。走，到底看他弯不弯？站这边，我得给你扶呢。预备，走，别动。你看，他是真一点劲不用。分开，仰头，对，慢慢落的时候别动，腿别弯啊，立直。哎，这不就站起来了吗？再来，准备，走，蹬，哎，对，走直落，你看腿又弯了，自己来一个，一、二、睡，也还不是太好啊。今天我跟你讲，我还是送他一棍吧。行不行？吃肉不吃了？说话。不吃了。对，小朋友可千万不能吃手，谁以后再吃手，我都该操练他了，知不知道？手上有细菌，吃完之后会肚子疼的，明白没有？以后下课了吃饭吃东西都要先干嘛？洗手。记住没有？去吧。